最帅最迷人的大嘴来喽！本大嘴也很久没有挑战官方的罐子了，但这次褒贬不一的难度，只有3000多个人愿意点赞，看来这关难度极高啊！难度高我承认，但是我才是史上最帅最迷人的僵尸，抢我风头是吧？我的，这关标题和猕猴桃有关，那么这关的植物一定有猕猴桃。看着啊，我砸猕猴桃，我砸猕猴桃，我再砸，都是猕猴桃。那这个呢？是气功同源僵尸。不好了，快点来点好的植物啊！鸡贼来了。为什么每次我第一次都会卡呀？这次巨人罐子分开了，那中头奖了，是阿坤。哎，还有野兽猕猴桃，哎，有它就能打鸡贼了。这一次我每盘要中2个猕猴桃，野兽猕猴桃也是。老大，气功同源僵尸又来了，有野兽猕猴桃来了，我的救星。这都行，一通乱砸，老大都解决他了。那是你老大厉害，懂什么？瞧好了，我这一敲就能决定整盘的局势。哎，还真是。No， 不要啊！怎么会是迪斯科3000啊？快来植物呀！我的植物呢？这都能让老大挡下来了，古人少将有少用。你说什么？招打！好，最后3个巨人罐子开打。高难度砸罐子关卡挑战成功。